现在我在行李箱里面。我就是了，还有你怎么先把我打开，闷死我了。二十二岁的第一个计划就宣告失败。王俊凯21日迎来22岁生日 ，TFBOYS 队友王源和易烊千玺依旧在第一时间送上祝福。而寿星在生日当天结束行程后，特地想了新方式要整整工作人员。我的工作人员们就今天就突然的消失了，但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帮我准备生日的一些小惊喜。但是我今天就是想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整蛊他们。刚才想了一个，是因为他们刚才叫我过去的时候，我已经串通好了我一个工作人员，让他用行李箱把我拉过去，说我不想过去了。真的很鬼。那手机给我，我在这等你。现在我在行李箱里面。不说累了又不想来了。妆都卸了，去呀！你说真卸了，我就是了，还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在箱子里的吗？赶紧给打开，还是在箱子里的吗？他使用反间计，他竟然用，别你怎么了？我就说了他有计谋，不可能。兄弟们，先把我打开，闷死我了！我还在等信号呢，你也没说敲几下要打开，我在下面就跟你说，上来先把我打开。精神特不好，我刚怀疑有箱子。箱子，蛋糕都没来得及，蜡烛熄灭了。在这儿嘞，姐啊！刚才。把我从行李箱里面拽出来的那个男人，新的一年里面，天天吃长寿蜜，你就应该悄悄把我打开的是我还在等你信号呢，你还这样，我还悄悄的，我还咋等啊？我还没伸出手出来，你也回两，回敲两下，先打暗号。弄不出来别动了，行不行？弄不出来，怪吓人，有味儿来，有味儿。今天找错拍档了，兄弟。哦。打扫房间，你来打扫。他知道我在整蛊他，为什么他看到这样看到他就这样瞅着我？因为你自己在这站着，你直接去坐着就好了。我就挡住了你。别挡住了，他们发现不了我。我走过来的时候，我这样看到那个缝隙，好吗？你手机还在里面亮着，你在里面录视频，他肯定在里面录视频，他肯定有那个第一视角，就是从那个箱子缝缝里面看我们。所以你就应该倒着拉我，就是这样吧，你能让我拍一次成功的戏。你们再演一遍。